事儿，真的假的？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啦，他王磊哪点比得上安安呢？论长相，论出身，论才华，王磊还不比安安差出一大截啊！一个呢是县城来的城郊艺术生，还有一个是大上海的才女。你要是于非凡，你选谁啊？那还我们都觉得肯定是王磊倒贴搞出来的误会，所以才故意挤兑他的呀。哎，今天好歹也是胡教授的生日宴，你们别太过分啊。徐律师，没想到真是您啊！那不是王磊吗？我们包厢不在那边吗？他干嘛去啊？我看看去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没敲门，没打扰你们说话吧？没事，陪于老板来吃饭啊。哦，不是，今天是我大学教授60大寿，刚好安安姐也在，我都没想到我的大学教授竟然是安安姐的恩师。哦，不过你们还是不要见比较好，免得到时候尴尬。毕竟您是于老师的离婚律师嘛，而且大家好像还都不知道安安姐正在办离婚的事。王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么多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你们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